人说，从出发到这里走了那么远，可以了。有人说，从昨天到今天走得这么快，很好了。有人说，一条注定充满挑战的路，为什么要走？有人说，一条没人走过的路，为什么敢走？路是理想，为在路上的人指引方向；路是信仰，为在路上的人赋予力量；路因为脚步才会存在，路因为人才有意义。一条没人走过的路，走过去才能成为路；一条充满挑战的路，走下去才有答案。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，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。山再高，往上攀，总能登顶；路再长，走下去，定能到达。以必成之心，创未有之业。改革开放，再出发。